洛江轮尾好轮宫，平常时香火鼎盛，是地方的重要信仰。即个伫厝外做生意的主题促进出来之下，将好轮宫的建筑重新进行油彩甲彩绘，希望让好轮宫变了更加舒适、更加水。客气话毕，师傅是伫壁顶画上一个一个美丽图样。轮尾好轮宫建庙已经42年啊，是当地居民重要的信仰。在里长吴顺和家庭主位了后，庙宇也发展了愈来愈好。日前一名出国经商的黄姓子弟，回来了后发现庙的建筑需要改善，因此是来到庙方参详，并且出钱出力，聘请专业的师傅罗兰来帮后轮宫进行彩绘。今年刚好我们乡亲黄波堂先生他从北部回来，然后看到我们福伦宫需要整修，然后像粉刷油漆他很热心把他的师傅从北部请下来帮忙像那个彩绘，然后我们庙的四周电灯日光灯全部换新的，真的很感谢黄伯堂先生对我们福伦宫这么的照顾吴顺和表示，这次彩绘作业大约在一礼拜左右就能完成。完工了后，后轮宫将会变得更加舒适、更加美丽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、陆港采访报道。